好啦，性感都过后了，然后给大家跳舞啊。大家喜欢主播记得点一下直播室通知和关注啊。吴秀用嗨翻天的直播室预约，大家在那个这个位置都点一下啊。
我看很多宝宝在公屏上说摩托摇是吧，等会儿给你们摇好不好，休息一下啊。然后大家如果有喜欢看幺儿跳舞的可以点点直播室通知和关注，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993啊，像我最专业又颜值的跳舞频道。休息一下，好喘，感谢啊，谢谢鸭哥啊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大家哥哥送来的礼物，感谢。对对对对，剪短发了。对，这个太多这个长发美女，这个女主播了，所以说我剪一下短头发，衬托她们更美丽，更性感，牺牲一下了。嗯。然后你们要说摩托摇是吗，谢谢翔啊，感谢，我给你们找一下啊，因为我没跳过这个。我不知道是哪个啊，你们说是这个吗，是这个吗，是的话扣一。哦好。看看我跳什么样的啊，我跳可能会比较疯狂，就是摔摔摔摔手，哎，有钟爱我这一款，大家可以点点直播室通知和关注啊。那这个短发的妹子，然后还有四分多钟，还可以给大家再跳一个，再跳个什么呢？想一想啊，跳一个，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吗？开火车，加特林。好吧，让我休息一分钟，然后你们可以，把你们的这个免费的什么花花呀、爱心呀、直播室通知啊，都勾一下，好不好？护住我，打高我。啊、哦，太多了，只能跳一个。
椅子舞跳不了。加特林吗？行，来吧，大家扣点六六啊，四四表情什么的。摇摇不弹，前头那两个成品舞跳的有点太用力了，嗯，所以这个加特林有点加不动了，嗯，再说了，你们应该，然后每次为什么让你们给主播扣六六加油打气嘛？就是你们要老要开火车加特林，你说你们不给上子弹，然后也不给那个不给加油的话。这个火车怎么能跑得快呢？对吧？加特林肯定生锈了，对吧？我看你们的刷屏的这个滚屏的这个速度，让我觉得啊，不嗨呀、啊！我就把加特林上锈了。感谢悠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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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贝儿啊！哎，对，就是这种气势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如此可教也，对，厉害了。好了，然后下个麦序见吧，哈、啊。完了，我下去休息一下，然后一会儿请我们的美女主播给大家跳舞啊！拜拜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，感谢叶啊，谢谢大家点的关注。